咚咚咚！一豪，你快醒醒啊，快跑！你真是迷你界最心大的主播，在哥斯拉面前也能睡得着。谁叫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托也要把你给救出去啊！你当我是二弟啊？在我面前把我的猎物带走？我真是搞不懂啊！同样是龙，你怎么是只爱睡觉的小肥龙？哥斯拉，我要跟你拼命！音乐起！哎呀，快跑！我的妈呀，战斗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我还是去找帮手啦。这里有四个神兽蛋，五彩斑斓的，不知道哪种更厉害，就选跟我一样颜色的吧。有了神兽蛋，就要开始养成计划，让它的战斗力媲美金刚。先从外形培养，面如唐僧，体如奥特曼，力如大力水手，最好的状态就是又能打人又能看揍。没毛病，这样就完了。一路起起伏伏，也算稳稳的来到终点。类人形态，野兽形态，选择哪个呢？这哪用选，从我刚刚被揍的情况，果断选择野兽形态，嘿嘿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肯定是高大威猛的魁梧。灵巧小巧，什么鬼哟，居然是这狐狸，连我都打不过。不过俗话说女大十八变，先不用着急下定论，再磨练磨练他再说。然而我感觉是磨练我，爬蔓藤，练手术，躲骷髅，赏灯笼鱼，不断的狗带，不停的狗带，一番折磨，总算能选能力了。远程和近程选哪个？肉搏战容易两败俱伤，我选远程，最好会偷袭的，嘿嘿。小心翼翼的穿越岩浆迷宫，一定要按之前行键，双脚齐走。什么叫双脚齐走？你们试试就知道。走路可稳了，出来了，要化身蜘蛛侠，翻山越岭，飞檐走壁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潜质，去去去，小狐狸，去强大你的体质，还不错，大了一圈。这种单根的旋转木棒还想阻挡我，已经不可能了。现在能难倒我了，起码十根木棒起步，看准时机，一口气冲过去。旋转杯，只要不在上面停留，就不会失误。选什么好呢？召唤生物好啦，人多力量大，团结就是力量。群殴还是硬道理，哈哈。这样的超级进化，居然是百段跳。三天前我是不会，可如今我偷偷加练了。看我表演，左蹬右蹬，很轻松就上来。传送带，按之前行就不怕滑下去，飞一样的速度，爽。最后一段路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冲冲冲！进化吧，成为这世界最强的神兽。哇塞，好威猛！呵呵，哥斯拉，这下有你好受的。好家伙，爆破冲击，无尽领域，天空无尽响雷，地上恶龙撞击，猛，太猛了！哥斯拉毫无还手之力，胜利救出小肥龙一航。